伟伟，请注意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我是犯了什么罪啊？坑谁之事不足罪。小蛋子嘞，这个的话你给我半斤八两吧。淡淡烟雾就能让隐形光线现形了。水、油、亚克力，谁让光线超偏折？从水底向上看，这些蓝蓝的竟然是运用全反射自制创意炫光背心。抖音这集擦擦学，带着大家一起让光的行径无所遁形。